对啊，什么时间第二天到我们开始吧。今天这集我们有判金了，所以再来十连抽吧。拜托，我得到柴田胜家啦！我以为官方又要讨假包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想说我十连抽怎么可能又没有东西？我刚以为官方又要坑我钱呢。你唱其实这样的一切早就已结束，我们绝世。这样的一切早就已结束。哎喂，等一下。我刚点错了，然后官方也算了。我们不适合，也不想认输。有几次我们抱着彼此，都是想要过迷藏解释。等一下，刘子雅打竞技场。好，主线一场。基本上我们是主线三场了。好，基本上是主线三场。因为他的主线比较多，然后名誉一场，竞技场，因为竞技场可以跳过啦，所以竞技场就是三场，一场、两场、三场这样子。所以主线我们一律打三场，但最后会扫荡一下。这期是第二天让我们玩手游。反正有赢就好了。来，大家最喜欢的竞技场，炮神，嘿嘿，我们现在赢了耶！天啊，太神了吧！罗宇拿我，又赢了。等一下，今天是人品爆发了吗？我发现那一只好多人练哦。吵死了！干嘛啊？龙心真的很烦耶。所以你每个都要升级，你当我钱多啊？哦，紫宝物，这个呢？所以到底可不可以换男装了？他差什么？圣男装，圣男装，圣男装，男装弄出来我们就毕业了。真没有男装可以掉，可是掉是植物哎，植物更好。对，我们要收集这个。
队友啦，妹的你，不要骗我啦！我提被骗了，十一张。欸，他是蓝装欸，所以第九张。哦，就是第九张。第八章，第七章，算了，顺便说一下，没事。好了，今天单纯实况，今天其实有突破性的进展了，就是说，我们。竞技场已经刷到更前面了，然后一来就十连抽这样。那当然，各位可以就是按照自己的顺序去论自己喜欢的角色。有时候就是说，你也不一定要换这一只啊，所以你可以随便点。像我本身就是一个妹子控，所以我成角的话，我都练妹子。你就可以自己选，有钱一定要去抢好一下。好了，谢谢，拜拜。